今天是280cc， 看到是280cc， 那12点喂过一次，现在是3点。那刚刚是跟妈妈洗过，刚刚是跟妈妈换过尿布，冲洗过，冲洗过换尿布，刚刚也拍了，刚刚也拍过，所以应该，那现在。刚刚我们是从2点多的时候跟妈妈洗拍，所以现在看起来她可能也累了。帮她拍的时候，有运动到就累了。那现在3点钟给她吃东西，那我们有给她。